五。小朋友快快来跟我一起挖泥土，用你的粉红色的小铲子跟我一起挖泥土。泥土，挖挖挖挖挖挖，我们挖到了两个椭圆形的，是什么东西呢？它是棕色的，它们是什么呢？它们是土豆，土豆，让妈妈变成好吃的东西吧。好，妈妈说变变变变变，变成了薯片，好吃极了。土，泥土，土豆。